正所谓兵不厌诈，智取才是我们的核心策略。毕竟已知山贼的弱点是贪财好色，那我们只需要攻其软肋，便能一举拿下。嗯，那小姐，我们派谁去引诱山贼啊？舍我其谁？不行，要我看你以身犯险，不可能。我也反对。我反对。那怎么办？我去。我反对。哎，你不行，呆呆傻傻的，万一真被山贼给拐了，那不真成了悲剧？那怎么办呀？那我们谁去啊？我去。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啊，男扮女装这种事情，我堂堂冤正王是绝对不会做的。居然比我还女人，真妩媚呀，真妩媚！哎，真是让我自愧不如啊！小姐，王爷也太好看了吧！哎呦呦呦呦，这身材！小娘子，没事吧？哎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小娘子，没事吧？你这衣服咋还脏了呢？要不跟哥哥回去换件衣裳吧？来，个儿还挺高啊，跟哥哥回去吧啊。这画面好熟悉啊，这游戏的山贼是不是都一个套路？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哎，山贼大哥，路作奴带，外又踹。可惜了，有点拼。小娘子劲儿还挺大。姑娘可还好？区区山贼不值一提。山贼，绑了他，缚成罪状，扔衙门去。是。又刚出来，有话好好说。小月，小月。来人呐，给公主添茶。哎呀，别添了，我都等了几个时辰了。公主，这圣上写字的时候最烦有旁人打扰了。不碍事。圣上哥哥，既然您已经知道他们去南燕了，到底您什么时候把他们找回来啊？
如玉，你过来。你看看朕的字怎么样啊？一念收敛。圣上哥哥的意思是想让如玉学会忍让，等钟哥哥回来吗？可是玉儿都已经等了十几天了，等不了了。朕既已答应你，把吴妹给抓回来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给我行了，朕累了，回去休息了。圣上哥哥，公主，请回吧。公主，请回吧。没想到小玉为了救我，竟然……小玉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，疼不疼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别乱动！你，哎，你身上还有伤呢。小玉没事的，小玉怎么能因为这一点点伤就躺着让恩公照顾呢？小玉本来就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，难得恩公对小玉这么好，如今又帮我们百姓铲除了山贼恶霸，小玉一定要好好报答恩公的恩情。那，你日后有什么打算？那既然你无处可去，不如你和喜鹊做个伴，做我的丫鬟，陪在我身边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你决定就好。谢谢恩公，小玉一定当牛做马，好好服侍恩公。但求恩公不要嫌弃小玉就好。叫什么恩公啊？你和喜鹊一样，叫我小姐就好了。小姐。对了，公子小姐，漕运总督死了之后，后院的贵宾院就空了出来，也没有人敢住。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，就搬到那儿去住吧。好啊。北渔王不远千里来到圣京漠北，真是舟车劳顿，万分辛劳啊。我听说你被圣京圣上关入天牢了，怎么还大驾光临我这儿？不怕我去告诉圣上吗？当年老北渔王病重，若不是我派人提前告知有人要谋害你，恐怕不会有北渔王的今日吧。